要上班？你点半要上班吗？妈妈，妈妈，你快点，要上班，要你就起来。7:30了呢，起来整理，不要再睡了。年纪大就不能玩吗？打个电动你也要抓？你怎么不去抓你那隐身20几年的对象？你真的是打电动对眼睛不好，会得激光眼，你不知道啊？我等下雪轮眼开起来，让你跑都跑不掉。年轻时你骂管我，老了你管我，我是排气管吗？天天被管，你真的是，我都退休了。不退休可以去下棋去钓鱼，这样是网吧的。妈祖要了怎么了？上午刚问了，妈祖说我今天可以打电动，有问题吗？你真的是妈不妈祖我不知道，我叫我妈等一会儿叫你见老祖了，你等着。我偏不等，我现在就回家。嗯、我偏要跟你唱反调，我偏要现在就回家做个宅男。年轻时你骂管我，老了你管我，我是排气管吗？天天被管，你真的是，我都退休了。不退休可以去下棋去钓鱼，这样是网吧的。妈祖要了怎么了？上午刚问了，妈祖说我今天可以打电动，有问题吗？你看下回啊。
苍蝇把它拿下来，不要这样玩斑斑。拿下来。斑斑不是你的玩具哦，你这样斑斑会觉得很重。那弟弟有吗？有，轻轻的哦。苍蝇把它拿下来，不要这样玩斑斑。拿下来。不要吃。斑斑不是你的玩具哦，你这样斑斑会觉得很重。我唱。哇！跟斑斑对不起，抱抱他。亲亲他，好，可以，要疼斑斑知道吗？吃太大口了吧？一看这爸爸太狂了，你还敢打人吗？你还敢打人吗？我跟他说不敢的。一招这超有效。你还敢打人吗？你还敢打人吗？我跟他说不敢的。如何让小朋友快速睡觉？不要再煮饭饭了啦，睡觉了啦，都几点了？我来睡觉，爸爸也很快，眼睛闭，睡觉了啦，不要再煮饭饭了啦。好了，好，你煮饭饭给我吃干嘛？啊！不要再煮饭饭了啦，睡觉了啦，都几点了？如何让小朋友快速睡觉？不要，快点睡觉。我在看哥哥用披萨。丁坤呐。好了。好。披萨加奶油。不要。好，吃完了。快点睡觉，来了，爸爸你很快，眼睛闭，眼睛闭，有狼的声音，我要叫了啦，闭，爸爸要赶快关灯，赶快关灯，快点。帮帮可丽婆碰到一颗糖，你的话给我来点时光。那你再问土地公公，是因为我没有乖吗？